给模型镊子镀了金还送饰盘？其实这是美加龙新品黄金夹镊子啊，实际镀金的主要作用是防锈，薄薄一层成本也不会很高。我特意看了一下我几年前的镊子，确实有几个尖头位置锈了一点，考虑到有些小伙伴南方气候，而且还时不时的用它贴水贴沾沾水，所以除了算个噱头也是稍微有点用的。外形和用料上应该是借鉴了某香的那款啊，手感很接近。它的这个胶垫也是有送的，镊子在制作模型应用的场景里还是比较多。贴贴纸。贴水贴，夹取小零件，打定位孔，粘是个片，沾胶水，一些精密的工作都能用得上。美加龙的黄金夹镊子一共是两种，一种是弯头的，一种是直头的。我之前用的基本都是这种弯头的来贴水贴，相对来说，有些角度水贴能更好的夹起来。其实吧，不是夹，而是盛饭的盛，盛起来，夹很容易夹碎，大家要注意。直头更倾向于改造和贴遮盖的时候用的比较多，因为弯头有时候夹细节件是夹不起来的，而遮盖带也是容易像这样夹脱，而直头能给到更多的力就会好很多。在这方面我踩的坑还是挺多的，新手工具套餐里的这种还有这种，用几天就夹不出东西了，确实难顶。他家目前是买一套直头和弯头的镊子，会送一个湿盘硫酸纸的套装，如果你想贴水贴或者笔涂刚好要用的，还是挺合适的。